据媒体报道，知名网红库明已经在5月25日去世，年仅23岁。据悉，他发现自己患有卵巢癌的时候，肿瘤已有15公分，属于末期，只能靠吃药缓解痛苦。即使这样，他的心态仍很乐观，坚持抗癌，开心生活。化疗11次，头发大量脱落，他就戴上假发发布美妆视频，可惜只挺了2年时间。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，他特意更新视频和粉丝说再见。当时他瘦骨嶙峋，面色苍白，虚弱不堪，看得人好心疼，不禁感慨红颜薄命，愿他一路走好。平凡这一时刻多么不过89,000명이다음생에봐요